今天分享一款摩卡奶油蛋糕，浓浓的摩卡味儿，特别好吃。黑咖啡粉一小罐，冷水25毫升，牛奶30毫升，奶咖完成。奶咖55克，玉米油45克，放入白砂糖25克，搅拌至融合。低筋面粉55克，可可粉10克，搅拌均匀。蛋黄4个，搅拌均匀。蛋清4个，白砂糖40克，柠檬几滴，打发至有小尖角。取1勺蛋白霜与蛋黄糊，倒回蛋白霜里，翻拌均匀。到一半放烤盘，上下火150度，烤20到30分钟，之后晾凉。氧化奶油淡奶油200克，白砂糖25克，黑咖啡粉半杯，打发。切割。用裱花嘴挤入奶油，再覆盖一层，继续在最上面再挤一层奶油花，这样饼干装饰一下。百里香饼干碎，哎呀，超级治愈，还有浓浓的咖啡香，是一杯冰美式，呵呵，冰块加上咖啡粉，再奖励自己厚厚的咖啡奶盖，搭配奶盖很香，香香的奶咖，特别好吃，咖啡很香醇。